身为一国勇将，从这个期间，但是听到龙子目标，但是因中原地太过变改，既然欺骗阮小邦无良，阮年年信下公理，反朝不料要飞黄立来，龙子非常大怒，爱我率领三军往到中原，目的想要分割地土。现在阮奔到牛乡，准备往到中原里去总三军。走！本帅东京利用诶。
受恩当金融，婚姻婚爱，所生活单身自己，艰难的出世，也处了一切。现此时点着冰冠险要爱靠，身为主帅新婚，大大地位，辅助地军，恁做一句话，吃军红都当报军衣袜。点首冰冠险要爱靠，伊红卡奔外国，先来了乱。今天点着将军又出的，为何帅旗无风阻摇动？到底发生何事？安东金龙也未当明白，并了探出马向我离去，前来大探事情来临呐。四号，报！敌国万岁！何叔，杀那个拖贼！再探再报。怎么样？杀不脱拖贼闹哇！叫我鬼声救命啊！哦，欢喜的，一行兵过大围前营，苏家如今啊，我要怎比拼？太君变改，吉利天变过界以来，你是小包，我是大公。边说一句话，边来江东水来土岸的，还有中山区，必将带马出兵上。
Thank you.
严重要对下来。我该如何来摆解？用了计的爱惜命，爱是惜命呀，还要使用。用完功夫来这厉害，我不是对手，你叫我如何是好？人讲正流之上，并不厌诈。用了地雷赛尔，再个偏体人上来用，安排地雷挥炮。嘿吼！
先回转救我的母子就是来人啊！我赶紧出来。好巧啊！啊哈！啊哈！有才有！哈啊啊啊啊啊！不是我的对手，挂起面前牌来呀！枪托小弟。Thank you.
我的夫人已经失散离去，现在事态紧急，我先回转离去，前来禀报事情，再来找找你我的母子就是的。